厕所明明有卫生纸，印度人为什么还要用手呢？其实每个国家民族风俗不同，历史文化差异也不同，谁也无法理解谁。他们觉得用纸是一种浪费资源，还比较费事，而且用纸的话容易患有痔疮，所以他们在上厕所时旁边会放上一桶水，等上完厕所后，他们会用水将左手浸湿，然后进行清理，最后再把手给清洗干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们是左手擦屁股，右手吃饭。订阅我，一天一科普，观看更多视频。为什么猫咪看到黄瓜都会吓一跳呢？